不妨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就你有我没有，是在运动上面的，就是运动上面的你有我没有。好，来。我滑雪运动的时候骨裂过。What? 真的。没有就要放下去，对不对？我骨裂过，运动的时候。你说一个。我站着的时候睡着过。我也睡着过。我跳舞的时候都睡着了。我也睡着过。跳舞的时候怎么睡着？你给我表演一下来。来，我就想看看你跳舞的时候怎么睡着。我是跟你认真的开玩笑。你可算给我。我就那时候参加节目的时候，你给我表演一下。参加节目太累了。睡着怎么怎么的？天天给我上课，啊、我太累了。跳舞我一边睡着，我一边跳一边睡。啊，怎么跳？晚点爸爸，这是睡着。就是我整个精神是不，就是睡着了，但是我那个动作已经形成一个肌肉了。我站着睡着过。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不够累。不够累，不够累，可惜了。我小时候得过垒球冠军。我得过健美操冠军。来，你弄一下健美操什么样？你冠军的时候那个项目。你去网上找视频，我被抬起来，就整个人飞在那里。是吧？嗯，老强了。行。我以前可以下叉下腰。我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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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我们都可以。谁还没有以前啊弟弟。我虽然是现在了，但我也有以前。